表演，还有浴衣体验。沙湾生活节热闹开幕，一日系海洋为主题，有趣味的互动表演。基隆，基隆，那我就带了很多只的鸡来这里跟大家普天同庆哈。还有文创品牌市集，更酷的是周周都有浴衣体验，专业的工作人员帮您穿上浴衣，编织发型，让民众从休闲生活中感受历史、艺术与文化的承载感。在日本呢的七八月份会有烟火大会，日本人都会穿着浴衣 去欣赏这个烟火。这边有一个日式风情的一个军官的一个校舍，那这里也有浴衣的体验，欢迎大家来走一下日式风情。这里有和服体验，很好玩。提升沙湾历史文化的生活体验感，邀请更多的民众参与。基隆市文化基金会策办以大沙湾历史园区为基地的沙湾生活节，融合文资场馆、特色体验和娱乐活动等元素，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的沙湾生活节。这从今天开始，每周末我们都有非常多的活动，让大家来体验我们的市集，还有我们的表演，以及我们的浴衣，希望可以带来给我们的所有的市民朋友更欢乐的周末时光。展现过去生活中的点点滴滴，让沙湾再次成为市民和旅客的日常休闲场域。不止办活动，活化基隆要塞司令官邸、校官眷舍，八月底预计要完成数位导览系统建制，以更便捷的方式提供民众了解沙湾历史文化。我们整个大历史长期文化古迹都整理完成，把它变成一个公园。那我们现在需要透过文化局的元素跟活动，办更多的活动，让它的灵魂可以引出来，让更多的人认识我们基隆的历史环境。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活动，我们值得我们市议会来继续支持。沙湾生活节即日起到八月十三号期间，每个周末限定举办，欢迎大家来观赏互动展演，逛逛四十五个文创品牌的市集，还有浴衣体验哦，一起来感受沙湾历史文化园区的魅力。记者蔡小军，基隆报道。